把多才多艺这个词用在玛利亚身上一点都不为过。的确，玛利亚从小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子。玛利亚在舞台上呈现给我们多是中国民族风格的一些节目。那接下来我建议呢，让玛利亚给大家来一段带有异域风情的表演。掌声有请玛利亚和她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非洲歌舞。但非洲歌舞啊，我们看得有点眼花缭乱，这样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舞蹈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是一个祝福的舞蹈，祝福的舞蹈，对对对，是我今天祝福所有的好朋友，祝福你们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健健日上，谢谢。